大家好，在画梅花出枝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掌握好墨的浓与淡。一般情况下，枝干阴面用墨比较浓，枝干阳面用墨比较淡。生宣纸用墨的浓淡掌握好了，墨韵效果是非常漂亮的。知道点进来的朋友们都特别爱学习，屏幕下方的购物车里给大家准备了梅花系列30集全套完整版视频课程。全套课程是老师慢慢画、慢慢讲的，一般人都能学得会。拿起手中的笔，我们一起画画吧。花开的时候，你就来看我。等你来摘最美的那一朵。